有听到吉他声吗？有。有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好。我的名字叫阿廖拉沃，阿里奥拉沃。是的，我回复的我自己的名字这样。然后我是本地人，我的本地在你这个地方，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40公里远，在成功那边叫都立部落，都市的都，历史的历这样。然后我是阿美族，对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在某个学校担任老师兼棒球教练啊，早上还在跟我的小朋友去友谊赛，所以今天声音一直在吼这样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小朋友都是3、4年级的还不懂，三阵了还在打击区里面，所以今天浪费了不少的喉咙肌肉，生疏的很强。如果唱得不好请多包涵这样子可以吗？没有。好的。有诶，是没有人了吗？台下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拍手嘛，好不好？虽然花了150来听我们不是很值得。得分得分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要评分呢，他上次还欠我2箱的钱。贾木兰就不用介绍了嘛，不用了哈。可是你们知道他叫贾木兰吗？知道哦，因为我讲了，他是台湾族的，你们知道哦。哦喂，都屏东的台湾族，那我是台东人家。然后今天我会带来一点点的流行歌，然后一点点的自己的歌这样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阿美族的歌。等一下我会有一首歌曲很有趣，很有趣。不要这样，三地口音。我会教大家1到5的念法，阿美族的这样，很好听那个歌。对，我再点讲歌名，好啦。我即使今生为什么会一直讲话呢？因为我这准备没有很多歌。漂亮。我今天的酬劳就是，好了，不要开玩笑。第一首歌曲带来，今天虽然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，这首歌它叫做《月亮的乳晕》。不要，跟那个《仲夏夜之梦》是，天壤之别。我的。歌词歌名听起来很吓人，可是歌词听起来就还好这样。那就是我小弟有成立一个乐团这样，那就叫做蓝星乐团。可以打广告哦。我们的蓝是山蓝的蓝，山峰蓝，然后心是很温馨的心，蓝星蓝星这样，很娘的名字，但是每个团员体重都破百，包括老外。对，老外，对。陈约翰先生，来，好，来，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是很会唱歌的一种。对，那好了，扯回来就是，今年我们也是有不小心有一首歌曲，在过年后，应该是过年后，预计在过年后，他会在好乐迪出现。对，也是努力了很久。那这首歌它叫做《等待与期待》，欢迎大家来点播这样子。谢谢各位。对，真的有好乐迪的。然后。MV 你们可以在网络搜寻啦，本来我们是希望女主角是陈妍希啦，但是好像很难请到她，她很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找陈妍希的好朋友，陈冠希，漂亮，清晰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，唱不上去，你们就假装当作噪音一般捂耳朵讲了。请大家准备好你手中的空瓶好吗？在走音的时候，请往自己头上砸。这不是真的啊！哇，花150砸自己的头不简单啊！DVBS 在准备了后面。好了，为大家带来第一首《月亮的乳晕》，是我们刚刚那个乐团成立乐团第一首歌曲，在屏东的旧古楼这个部落有一个河堤，经过88风灾以后，它已经不在了，那个河堤变成平地。那时候我们做这首歌，刚好很亮啊，月亮亮亮的一圈，我们就叫做月晕嘛。其实不是月晕，应该叫月什么？是月眠还是日眠？月亮那个月亮亮一圈那个叫什么？有谁知道？老师。老师去上厕所，反正就月晕嘛。然后当地的老人家不会讲月晕，他就讲月亮的乳晕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很有趣。他说他们看到这个会有大事情发生，可是好事情呢还是坏事情不知道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传说还蛮有趣的，因为只有他们那个部落有，我就给他编这样子。本来想编的很
很沉重，这样就几杯精神性饮料下肚以后，就越来越亢奋，就有这种曲风出现。为大家带来月亮的录音。这首歌可以哦，好，谢谢。